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志工这个，那这个主要重点两个，第一个，请问你觉得这是什么字型？这个、啊，你觉得是什么字型？有看过这种字型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可以找。第二个，一样跟刚刚遮色片的概念，遮罩的概念，你要做这样的效果，容不容易？不会很难。好，你只要了解遮罩概念就好。还有一个重点在这边，哎，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会看到后面有这种字，就是一串的那些关键字啊，把它组合起来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我把它称作文字蒙太奇，你可以看一下呢，在这里，在这边，这个，好，我把它点过来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上面这里有关于那个字型的部分，有没有？我们先找找字型的部分。那线上服务呢，还有文字蒙太奇在这边，这里有好几个跟产生类似这种字型的一些网站，哦，你可以到这边来用，那就很快。我们先找字型好了，我打字型打开。那么字型的部分，我先问一下各位好了，你电脑里面现在有没有很多字型？没有，请问都有付费吗？至少应该不会只有三个吧，姓名标牌正黑，我讲正黑有没有其他的？应该多多少会有吧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其实我会蛮建议各位，其实有一些那个免费的字型软体，就应该说字型了，你也可以去找，像这个啦，好，然后还有像什么汉鼎啊、Unicode 这些，我给各位看一下，如果你是王汉中的这个，它好像大概四十几道字吧，常用字啦，好，常用字，那有几个是特殊字，有一些有没有像这些啊，几个一些那种特殊字的、哦、一些，那这个是免费的，好，是免费的。另外呢，像我们在这里看到汉鼎的，这个是在德国的一个中文的研究所，所以你看到下面这里有没有？这里，好，这个也可以直接下载下来用。安装字型的方法应该不用我介绍，各位都会。那么另外这里还有一个 Unicode Chinese Fonts， 哎，这个网站它就有一个，好，有没有？好，这里也有，它有繁体也有那个简体的。好，这个网站这个是有繁体也有简体的，就看你要哪一个。所以这个呢都是完全免费的，你可以直接抓来用，那就跟我们一般的字型一样。那其他还有了，其他还有。那么我们这里呢，刚刚那种字型书法的是比较特殊的，你可以找我们第二个这个哈。这里有几种，那个呢是属于叫做中文全字库哈、哦。不过我不确定我们这边能不能进得去哈、哦，因为它那个需要 Java。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里好了哈、哦。这里有一个全字库有没有？这是台湾的网站，它原本主要是做什么？因为很多人的像我们的户政系统，很多人名字有没有都有特殊字，还有很多是属于造字的有没有？所以你常常会发现说，哎，怎么有些同学那个，比如说点名的系统里面那个字，跟他原本的那个名字就不一样啊，那你就对不起来。所以我们的那个互动系统，他们会有像这样子，我造字的时候就可以大家造一个之后大家一起用，才不用说你造字只有这台电脑可以看，然后别的电脑都看不到。好，那我们从这边呢，你可以看到这样进去。那下面这个是这个服务，它是也是找这里，只是用的比较方便。好，所以我想各位你可以直接从这边来找会比较简单哦。好，你看我把它点进来，好，点进来之后你就来看看吧，这个哎，书法家，我看一下，没有错，哎，应该是这啊，应该是前面这个，抱歉哦，这个书法家是找另外的，比如说你看我们要找梦，这是书法家的，你也可以从这边找到，有没有很多梦，对不对？那你找这一个，总共有那么多梦，哎，哪一页的你比较喜欢？这里面有没有很多人？这都很多人都有写这个哈。然后比如说你看苏轼的，好，你要这个点进去，好，这边你就看到了。我们这里有几种格式，你看第一个有没有 PNG、EPS 跟 WMF？ 请问有没有看过这两种？这两个是向量格式，所以它有什么好处？如果真的
你有需要比较大的放大缩小不是失真啊，对不对？ PNG 是属于点阵的，点阵的，这样有了解的齁。所以呢你可以看你需要的是哪一个。那假设我今天只是要 PNG 档，你可以从这边就直接下载下来，好，点了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储存下来。所以呢你可以找找看，哎，我想要的字有哪几个，你去找看看。当然了齁，不要忘记这是古人写的，你不要找一些那个什么现在才有的名词，有没有？有一些现在才有的那些造字的，你都给吹多了，或者有些字你就找不到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找的，比如像什么龙啊，像这种梦啊，就非常非常多，因为很多人都写过嘛。好，他就是直接把那个名帖就直接把它怎么样抓下来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，应该就可以很快找到你要的。这样会找了吗？好，那我们的这个里面我已经都有帮各位找好了啦，在这里。海外之光这里面，好，有没有？这里面有一些的，哎，我都帮你找好了，所以待会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就可以，这样 OK 吗？但是呢，那个网站我蛮建议各位你可以尝试看看哈，你就是进到我们刚刚这个第二个，输到这个哈，进去之后呢，你往下走，走到这边，你就会找到这里这个，你用这个会比单纯进到全字库找更快一点，好，因为它会先把所有那个。名家的那些笔记谁写的，那你找的那个字全部都一起列出来，这样会比较快。 OK， 来，我画面先还给你，你可以先试看看哦。因为其实中文字尤其这种书法字型，虽然不见得在我们的这个所谓设计上常常每天会用到，可是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字型，其实事实上效果会很好。